走较慢嘞，一了你啊！话你做鬼，啊算我一包，我方便倒去较好。伊若真正会用逃走出去，我甲缀牢诶，就用自由啊！你若伫个遮，你嘛想要去啊？好啊，等做回来。好佳哉，无去发现。好朋友，你哪会走来遮？你是不是想要跟我生躲猫猫？我衫裤摆摆，我想要出去买新衫。也唔过我的房客讲，要出去买物件是采预约制，而且你也无抽号码牌啊，伊袂用得起。啊，唔过我是你的好朋友啊，你就要带我出去买新衫。你紧落来啦！我若是落去，我是要怎走出去啊？是安怎你落去就袂当走出去？是想要走出去，你要先爬回家来，然后由迄个树枝晃啊晃，晃啊晃，亲像泰山咁款，你就能走出去啊、哦！亲像泰山咁款，晃啊晃，才会用走出去哦。嗯。你要试看卖无？好啊。好。来，你先。打我的手。哇！你真够八十万呢！快点啊！哇！你真正袂保证呢！蔡建国，你竟然敢安尼创治我，我绝对袂放你煞！我回来啊！文琪啊，他那里面这么多纸尿裤啊？就顶届啊，要互蔡志讲，饮料真满意啊，所以哦，就讲啊，即马唔管去倒位佚佗，拢唔免烦恼啊。爸透早就打电话給我，叫我去买几包，寄去三叔公啊。敢有看还有消息啦？也是赶快没消息啦！错过寻人的黄金时间，要找到冠豪都怪困难啦。爸透早打电话給我的时阵我嘛足惊伊问我管好的代志，
好家仔，伊拢茫茫我，所以即马爸妈应该更唔知影管好代志啊。文琪，这件代志也是莫让爸妈知影，加早计烦恼啦。万一若听到讲哦，金孙无去啊，一直烦恼我袂食袂困啦。对啊，阿妈咧，阿妈迄天听到哦，管好失踪的时阵哦，足着急的，爱即马怎？阿妈拢已经食到这个岁数啊，看过真侪代志啊，所以真坚强。 伊个陪过去老家看慧君姐啊，啊，毋过大家拢做烦恼阿嬷的身体状况，今日袂堪一啦，所以我即马若是有闲，就过去看阿嬷。嗯，即马这个时阵哦，上需要是大家互相照顾、互相支持，安尼才会当同心渡过难关啦。是啊，啊对啊，正源，啊，主管好，洪婆走到即马，敢有人打电话来讨赎金吗？ 这点若是我上想袂通的所在啦。管校方带走，确实是绑架。照你讲，对方应该会打电话来讨赎金嘛？也毋过，到即马一点仔消息都无，所以阮拢毋知影对方的企图啊，甲目的到底是啥物。听你安尼讲起来，真足奇怪呢。你看，甲管校抱走的人，确实讲，若毋是为着想要辞职，那安尼伊是安尼要带走遮尔细汉的囡仔？啊！ 刚刚，伊是一种反应集团哦。这点我嘛有想到啦，所以阮开始调查一寡未买囡仔的嫌疑犯。嗯。嫌过到即摆是无进展啊。文琪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放弃，一定想办法找出管道。嗯。到即摆，现在一直足艰苦的，一定足需要厝内底的人陪伴。 我若是有闲，我定会过去看伊啊。胡阿干，有消息无？啥？你讲啥？倒来。够确定？好，我知影。郑源，郑源。 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哪只紧张，面试才来歹看。你紧讲啊！你紧甲我讲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刚打电话来讲，有民族保安，讲你溪边发现一个三岁娃的查甫囡仔尸体，外形甲管校就成的。啊？哪安尼啊？哪安尼？管校伊个遮尔细汉，哪会去做这种代志啊？ 即马还无确定是毋是管校啊，所以等我打电话过，因为现场需要家属去认尸啊。管校伊阁遮尔细汉呢，伊个歹人心肝哪会遮尔强啊？伊哪会当安尼对待管校啊？ 无啦，无代志啊，我平仔过敏啦，嘿啊，会啦，我等下过去看你啊。好，阿妈再见。文琪，你回去千万唔通让阿妈知影这件代志哦。去现场看结果安怎，我再打电话你讲。 你也未确定死者身份证情啊，你是莫艰苦，慢慢学别人想啦。我知影大家拢足关心管校，嘛无希望管校出意外，所以即马即个时阵，咱一定要冷静，才会知影代志要安怎处理，好不好？我即马敢若希望天公伯啊，会当保庇管校啦。好啦，啊那无。 我先去找阿嬷，啊，恁若是有什么任何消息，一定要跟我讲呢。好，感谢你哦。好。
是要坐多久？因为我们这案件有掳人勒索案件，所以要等歹徒打电话过来。那是拢无卡来，我是不是得一定坐伫遮？这是办案程序，请你配合。为什么？万一歹徒打电话过来，你是家属，就要有人听电话。你伫坐伫个家，我的好心嘛袂转来，我要去找伊。你别等，伫遮等。我们已经有加害人员协寻，你还是留在那边比较好。这是什么办案程序？我想做入门都出去找人。先生，你是过来，饮茶饮料，多谢，多谢你。伟君，你买点吃瓜啦，来。唔免。也唔过，你到即马一滴水拢无啉呢，你来补充一寡体力啦。我大概伊讲唔免。你是听无啊？坐伫个家，我的好心就会倒来死无？你哎，回去，哇，卖你讲啊！警察先生，歹势呢，辛苦你啦。好了，回去。坐啦，坐啦。你搞我是要创啥？回去。你们安尼啦，警方办案，不然就有伊的定数。啊，而且安尼替咱找囡仔，已经足辛苦啊。辛苦？有啥物好辛苦？你们看伊坐伫遐，啊，搞你去偷找的，根本就无人会当参详我安尼遐尔着急，根本就无人会当体谅我的心情。伊当含是因生啊，伊敢来会叫我伫只较冷静啊，伫只等消息。我嘛是同款足紧张的啊，啊，要唔过即马着急，起性地，无法度甲囡仔找倒来。咱即马一定要保持冷静，还配合警方的办案。你叫我是要安怎冷静？看好几分钟无倒来，我就是无法度安心。刚刚你大概煞叫我倒来乖乖坐伫只。小息，你敢知影我一个大哥给我起笑啊？也不过即马就是点仔线索拢无啊，啊无目标，是要去倒位找？哪里对？莫伫遐讲啊！你若是真心，甲我好当作是家己的后生，你都袂遐尼简单，就甲伊讲好把他照顾。这件代志我已经向你解释过，这是一个意外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这款的代志，是我无注意，才会造成这款后果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也不过我保证，我一定用我所有的办法，把冠豪找回来咱的身躯边。保证？你是要安怎跟我保证？你连遐尼细汉的囡仔拢无都照顾好势啊，我是要安怎相信你？我把冠豪顾好，是我的不对。我用我所有的关系，所有的人脉，拼性命，把冠豪找回来。关系人脉，佮有甚物路用？迄个人若是存心要爱咱，莫找着囡仔，要甲伊藏起来，咱就算甲全世界拢变过来，嘛无可能找得到。若是迄个查某人真正是要诱拐冠豪，就算讲迄个时阵冠豪是你找的，可能结果嘛是同款的啊。绝对无可能同款，因为我是冠豪的亲生妈妈。我用我的性命保护伊，我袂让伊离开我的身躯边一分钟一刻无。因为你不是冠豪亲生爸爸，所以你才会这么简单把伊交代给别人照顾。你是讲煞袂啊？你莫一直讲冠豪不是我亲生的这款话啊，好不好？我从一开始就把冠豪当作是我亲生后生，去疼惜伊，去爱护伊。我对伊的爱，无比你的较少。即摆发生这款代志，我嘛同款，心足痛的。你哪会讲这款话啊？
你敢知啊？我会做伤心的。伤心？你敢比我更伤心啊？我会疼，只有亲生父母将我都替回来。我知影，但不过这摆代志已经发生了，不管安怎做，拢无法度改变这个事实。啊，若无你想要安怎？我无想要你安怎，我只要别再听见你对我的评价。我知影，不管安怎，我向你道歉，你即摆拢无愿意接受，干来讲这款话来伤害我。好啊，你若是爱伤害我，你跑好啊！若是你跑啊，会当让你心情较好诶。你跑啊！你跑啊！你跑啊！妈鬼啊！我怕你是被冲啥？搞什么意义？我好感动啦！啊，你讲迄款话有啥意义啊？哦，就是因为你甲我有猫腻，所以这就是你的心胸诶。我无讲，我无想要承受遐个责任，也毋过我敢希望，你莫残像安尼失去理智，你安尼甲轻笑才无共。娘，我才是轻笑，我是个怪，我才轻笑。辛苦啊！娘，我有更好的消息。伊拢一直叫我乖乖伫遮等，拢袂好出去找人。你莫着急，本来警方认为是路人勒赎，也无即马，因我也未接到对方的电话，所以已经排除这个可能性了。等一下，我甲警方建议。改变调查的方向，这些人先调查，加一挂人去外口找。原本就应该安尼做啊！啊对啦，我想到几个所在，是我之前曹干豪去过的。啊，若是伊无伫个歹人手头，伊可能会去遐找我。也免我跟你做伙去。静雯，你是不是有更好的消息啦？哥。阿甘拄则打电话来讲，你溪边发现一个三岁外查甫囡仔的尸体，伊的外形甲警察甲冠豪就成诶。你讲啥？我问啊，是啥物代志？伊讲啥？我要你讲话啊！黄生，我钱正南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钱姐，我拄则甲阮哥讲过，讲你溪边发现一个查甫囡仔的尸体，伊的穿插甲外形甲罐头足像的。好，我了解，我来随过。好，那你拜托你啊。拜拜。钱姐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现在恁的面相都遐尼啊歹啊！敢会是挂断的消息？我听讲，伫个溪边有找到一个查甫囡仔，外形还佫有穿差，佮冠宏做成的。一定是冠宏，我要去找伊。李泰，迄个囡仔已经过身了。我去，我可能，我不可能，我呀，你跟我讲，那囡仔绝对不是我好的，不是我好，绝对不是。慧君，你是莫着急，我相信，一定不是冠豪啊，绝对不是伊啊。你妈哩着急，大家较冷静嘞。目前还袂确定，咱去现场看嘛才好讲。娘，你有好紧无？我袂要紧。
我不要紧。在遐袂较真紧张，咱袂遮尔紧张。冠豪是一个真好囡仔，一定会平安无代志。冷静来。阿叔，你来啊！你先是李太太，这囡仔麻烦你去确认一下。我来吧，这囡仔绝对不是我，不是。我相信，黑人不是怪号，我只是来确认一下。天公伯，我愿意用任何的代价换冠豪的性命，我求你，保庇伊平安。无代志，李太太，歹势，啊，先麻烦你去确定一下，这个囡仔到底是不是冠豪？唔免确认啊，那个囡仔绝对不是冠豪，不是。我来。哥，今晚是什么情形？我嘛不知。文扬，那个囡仔到底是不是挂号？是不是？不是挂号。不是怪我，我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。
多谢你的鼓励，真正不是怪我，真正不是怪我，多谢天公伯。 好，是姐姐的好囡仔，一定会平安无代志，好吧？我唔知，我是咱的囡仔，一定会平平安安，伊绝对袂出代志。我怕小心，我怕小心，我不担心，不担心。 是安怎？我的心内感觉怪怪，我是咧想啥？我甲文扬敢若是好朋友，伊甲因情某即款关系嘛是真正上的代志。我先想想这样。哥，李太太，多谢你来接抓。怎么？多谢你。大家有消息，拢头一个通知我。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抓了阮警方会加派人手。 发生这款的代志啊！你是讲爱注意下楼梯较死的？原本一直都讲，日子都已经无偌久啊，今嘛佫发生这件代志，大家拢足袂当接受的，尤其是阿明，予伊打起出大。 你跟阮两位老母啊，而且因阁有大风啊。原来是安尼啊，后来阁发生一件代志。啥代志？哇，这代志当时发生的啊！ 伫阿明也阁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时阵，我一天，亲母带阿明出去，阿明去用送落去楼梯卡，我看了这影片，才知影讲，阿明送落去楼梯卡迄个人，竟然是海哥。哦，真正是妖形。 人哋讲好毒唔食惊，伊竟然对家己嘅亲生囝做出即款嘅代志。不过迄当阵，伊唔知阿明是伊嘅囡仔，唔管是唔是伊嘅囡仔，即款伤天害理嘅代志绝对袂使做嘅啊！
我宁用阿明，才让阿明发生这么多代志。爱可是因为看到阿明是我的囝，伊才安尼做，无得卡。我若无宁用伊，我都袂安尼去害着伊。嘛无安尼想啦，啊，讲到这代志是我不对啦，拢是因为啊，你当初无甲爱子的感情处理好势，唔才会发生这款的代志。本来阿明就已经打算要原谅爱可啊，现在可能阿平根本就无法度接受家己的亲生妈妈竟然要对伊下毒手。伊都已经足伤心啊，还佫雄雄接到伊妈妈往生啊！对了，这个爱子下楼梯卡死的，是意外还是妨害死的？嗯，我嘛唔知呀，阿哥，我伫想一件代志。啥代志？爱可讲，伊对阿明下手是太君叫伊做诶。那可能，那可能是阿怎？嘿，你莫听阿爱珠胡白讲，爱可看到这影片时阵，他情绪真激动，伊讲。伊甲你离婚以后，得甲泰拳做伙啊。泰拳是因为惊阿明对伊有威胁，再叫艾可去做这件代志。啊！伊两人哪会可能走做伙啊？后来我找泰拳，来甲艾可对峙。两个泰拳，阿娜都唔肯承认伊个爱可有关系，也去讲是因为爱可怨妒我，再来伤害我的囡仔。安尼哦，那呢因两个的代志，甲阿明有啥物关系？搁再讲，爱珠嘛无必要去杀伊啊。现在爱珠也已经归心了，比查这个事情要更加困难了。可是说爱珠所说的事情是真实的，那他的死背后的原因就不这么单纯了。啊！你意思讲，你是怀疑阿爪？我即摆也阁无证据，所以我把这怀疑放伫我心肝内。佮再讲，我实在唔相信泰拳，伊心肝会遮尔凶。这代志啊！我一定要查清楚。第一，我一定要知影，这个阿明到底是谁人要害伊。第二，这个爱珠是意外还是用害死的？所以这个代志我一定要查清楚。唉，即摆是讲我上烦恼的，就是阿明这个囡仔，我是惊伊的骨镜头骨再夹起来，你知？你放心啦，这点我甲小平会注意。对啦，李主啊，这个代志啊，我都拜托你啊。你这段时间啊，你都要较注意者，看这个阿明的心情的变化，啊。啊，对啦，泰山。嗯。你有时间的时阵，今明来出去行一转。我是想讲，
阿明还是怎样讲？在这世间上，还有一个甲伊有血缘的人，真来关心伊，我得讲也得到一挂安慰。是讲伊敢想要看到我？我看伊对我也是清清菜菜听者啦。我讲我的，伊听伊的啦。阿姨个性是安尼啦，啊，不过你对伊讲的话，伊拢放伫心肝内呢。那无什么代志，我就去等你办公室啦。是，我是那个负责孙爱玲的案件陈警官。啊，请问邱思敏小姐今麦敢有伫办公室？啊，你先去忙一忙去。好。邱小姐今麦在阮的行销策划部的办公室，我找伊来。好，这边请。警察来公司是要从啥？敢讲是来调查爱国的代志？哎，这位，思敏，这位就是邱思敏小姐。胡小姐你好，我是陈警官。针对沈爱玲的命案，你是头一个发现到的。而且我有一挂问题要请教你。请问你发现到沈爱玲的时阵，伊就失去意识啊？是啊。啊，陈警官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沈爱玲小姐，伊是家己跌落去的，还是讲有啥物其他的原因啊？已经过法医的初步判断，沈爱玲有可能是甲人发生冲突的时阵，才有人摔落刀脚。是红烧去的，而且阮警方搁伫现场发现着一支刀啊，但过这支刀啊无留下任何手痕，所以阮都唔知影这支刀啊到底是啥物。无任何手痕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太君。啊。我昨经过办公室，看到警察在内底，敢讲在调查爱国案件哟。是啦，既然你真来关心，你就留伫遮听嘛。唔免啦，我留伫遮对大家也无帮助啊，佫影响着恁。那也无帮助，无得卡恁提供甚物线索？你甲爱国实在相了侪年，你甲阮斗想看卖啊？伊这样子朋友内底有啥物人有迄个动机，还是啥物要来害死爱国啊？想啥物害死爱国？刚刚即摆警方认为爱国的死是人为，毋是意外。啊，你认为咧？哦，好，爱国这只哦，的确这样子啊。若要讲到嫌疑，咱在座各位大家拢有嫌疑啊。阿叔，你即马讲的意思是我思敏，啊，搁阮妈，阮三个人都有嫌疑？无唔对啊，阿叔，我歹势哦，伫警官面头前哦，讲了伤详细。也毋过，你甲爱国之间的恩恩怨怨，是吾甲规个公司通人知啊。爱国小平，爱国
在你教育实习的那当中，我给你创工，你应该嘛对伊有怨恨啊。那讲到思明，伊跟艾克唯一的单连接的，都是为了阿明啊。可能伊要替阿明出一口气，才会对艾克下手啊。阿姐，我拜托你莫有白讲话好不好？我们哪可以去害死艾克老师？邱小姐，你是头一个发现到孙爱玲的人。你到现场的时阵，敢有听到啥话，还是看到啥？你哪在迄个时间出现？因为阿姨约我甲伊见面啊。伊约你甲伊见面，敢讲伊有啥物代志要甲伊讲？伊应该是想要甲我讲伊后生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我到位的时阵，就发现伊倒伫遐。是你这么讲的话，是真的还是假？伊敢有看到啥？万一是你看到艾可的时阵，艾可还未死，安尼敢有可能？伊把代志真相拢讲予市民知。海泉，嗯，啊，你敢是想了什么？讲出来啊，无得卡对案情有帮助啊。哦，我想的。拄啊，警官开我门啊。虽然爱考进前有无乱夸，讲哦是我叫伊去伤害阿平的，也毋过，毕竟我家是老同事，我嘛就想要知影，到底是谁这么粗残，会害死哦爱考的。是咪？你若知影代志真相，都来讲予大家知，啊？我已经发现到死者的手指甲缝内底有人类皮屑组织，这个人类皮屑组织应该是凶手的，所以这个凶手的身躯顶应该是有空缺。太全，啊，你拄则讲在场的阮拢是有嫌疑的。安尼为了证明大家是清白的，即摆咱来互相检查一下，看什么人身上有空缺啊？好啊，我先来检查一下我的手，还有其他所在，敢有空缺？无，来什么我看卖。是你妈妈妈我妈妈妈太全，我希望我不是想太多啦，啊，刚才见官在讲的时候，我哪会看到你的手一直为后面伸过去啊？阿嫂，你这样讲这个意思是，你怀疑我是杀人凶手啊？是不是凶手？你这么把手伸出来，得当证明啊！清正自清，我先啊要提出来给大家证明啊！啊，既然你是清白的，先啊手袂当伸出来，安尼我要哪会知影？可怜啊！我伫丽水堂安尼做牛做马一世啦，恁大家竟然怀疑我是杀人凶手？你别搁讲这尔济啊啦！你就是惊艾可，把你做遐垃圾袋拢捏出来，你就是下手，把艾可害死，对不？你竟然相信艾可讲的瞎话？我和艾可只是同事的关系，伊会对阿明下手，那是伊怨道理。阿明的摔跤楼梯卡，那是恁两个查某人的之间的误会，去害着阿明的，不是我。你讲什么？搁讲这款话？安怎？另外一只手，嘛要让你检查无？
敢讲泰拳人真正不是凶手，是我误会啊。阿姬明明就是凶手，刚刚这个空嘴在别的所在。哦，可能空嘴啊，爱在别的所在。阿嫂，你要检查看我阿妈讲有空嘴无？还是讲，爱我汤光光，互领导替你检查一下，哈？我嘛希望会当早一天找到凶手，我牺牲较大。警官，你要看我？啊，你要看我详细无？好家仔，我早都封闭啊。我若连一个小小的空嘴都无到安卡，我真正无彩，我伫丽翠堂上班这么久啊！柯小姐，这件案件我会继续调查落去，如果哪有需要，麻烦你会当来检察局一转。无问题，我会好好配合。好，交要啦。李建华。我送你。阿姐找我出来，应该是为着今仔日计程来找我问话的代志。思敏，阿姐，阿姨等辛苦啊哈。袂啦，我嘛拄到。啊，快要食啥？一两点，莫甲阿姐客气。我袂枵呢。阿姐，你点就好啊。甲长辈接驳啊，袂当讲不要，这是基本的礼貌。我知影。对啦，你起码在行销客户部，我足无闲的，啊，家己身体啊都要照顾好，唔通受忝。多谢阿姐关心。阿明哦，今日不来上班，一定是为了伊妈妈代志哦。就会打击足大个，啊！你敢有去来关心者？有啦。思敏，放较轻松个，啊，真毋是外人。你今日要甲阿姐做伙，我足不自在呢。是毋是？你做了什么样不应该做的代志？现在把你怎样？好啊，哪有？还是用不用警察来找你，让你的心情更平静？应该是啊。好多警察在哦，我无想要问伤济。你是安那跟艾可的约遐见面啊？我嘛唔知影。阿姨为什么要约我伫遐见面啊？是呢，今麦阿姐问你问题，你爱足清楚回答，因为我是为你好，我无希望警察把你当作是杀人凶手。我哪有可能是凶手？阿姨讲，伊要甲我讲阿明的代志，才约我伫和平公园见面。结果我到位的时阵，找真久拢找无伊的人。最后竟然在楼梯旁边啊，发现伊倒伫遐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看到艾克的时阵，伊就已经昏迷，拢无在了讲话。是啊，阿姐，
你拄则伫个警察面头前讲，我有可能为着要替阿明报仇，去伤害因妈妈。即句话敢会伤离谱啊？无唔对，我真介意阿明，啊，不过我嘛真清楚，虽然伊无想要原谅因妈妈，啊，不过伊嘛无希望因妈妈去受到伤害啊。所以我哪有可能这么残忍，给位楼梯顶管砸落去啊？你莫这么生气，我相信啊，警察真紧就会调查出真相啊。是啊，我相信天公伯一定还阿姨一个公道，希望阿姨在天之灵会当保庇警察，较紧抓到凶手。什么？你想凶手是什么人？我对阿姨的过去也无了解，我哪会知影？阿姐，你要吃啥？我给你点。你敢无想要知影？迄暝我留伫倒位啊？我伫半下边运动，去拄着一个老朋友，伊甲我讲话足无客气，甚至去攻击我。是倒一个老朋友啊？我敢有识啥？哦，你不识西啦，对啦，什么啦？阿叔一直哦，拢照顾恁母阿囝，你未到时，我阿叔失望了吼。什么意思？我传一段影片给你看。这是你爱的，而且你给我偷去。安尼，你应该更加了解艾可心情啊。我传这段影片给你，无其他意思，我只是要给你提醒，咱是坐共只船的人。你若让我失望，我就给你等在水底去刷去。对啦，思明啊，你应该袂往阮爸伊做出什么对我不利的代志啦吼。当然嘛袂。哦，代志讲煞，心情哦继续快活。哎，点赞啊！阿姊伊真正是一个心胸手辣的人，阮爸爸、阿明因妈妈。甚至是老董事长，拢是因为伊才会过身。阿姐，我要先来等啊。啊，我替你叫车吧。唔免啊，我坐公车就好。哎，记得我所讲的，会较顺利啊。多谢姐。艾可应该无甲思明讲啥才对，而且即摆油长头伫我手诶，应该毋敢对我安怎。我走。你早想我是要创啥啦？你卖花钱，我已经开完啦。开完恁兜代志啦，开到无就着找我讨，你当作我 ATM 哦？因就是进前秘伫阿姐办公室，想要偷摕配方因迄个警卫，伊敢有就识识，所以阿姐真正是利用伊来暗藏家己的罪行，先把阮爸爸的夏之雪偷摕走，佮把夏茉莉偷去别间公司，你这人哪会这么卑鄙啊？思明啊，你紧回去啊！副总，
迄个人敢是公司的人？是咱家己人啦。驾驶提起啦，不准过来找我。我想副总，你是不是是未来的董事长？我先来走。拄只阿姐提起，予迄个警卫，证明迄个警卫真正是安排好的人。阿姨讲了无唔对，阿姐根本就唔是人，伊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所以，阿姨才为着阿斌拼性命拢去对付阿姐。阿姨，你为甚物爱予我把这个代志讲出来？我讲这个事实。刚刚就会当保护阿明。好的来哦。小斌，回来了。妈，阿斌嘞？关在房间一天啊，拢无惊出来。不要紧啦，你看，我拄只下班了，洗去店的一抓，摕一挂冰糖浆啊吃顿来。这卤味哦真适合做下酒菜，稍等哦，我甲冰叫出来，咱母仔囝三个人好好啉一杯，不会开讲一个，莫互家己一个人关在房间内底。无我来加盛一挂菜。好。你想散啊？爱加食一挂啊？要记哦，今仔日这些菜啊，全部来吃完，阿老不准离开你的椅啊。阿姐，你讲生笑啦？你肯吃就好啊，啊，加减吃一挂。吃不落，无，咱先来饮酒。开胃一下，来来，过来。李宏明，你想要饮酒会用的，今仔日阿姊哦，陪饮到醉不要紧。啊，不过你安尼饮哦，胃也袂堪的，吃一罐物件，再当饮酒。好啦，我吃我吃。哎呀，好啦！哎呦，阿伯，阿姊知影你就想你妈妈的，失去亲人的痛，我向你敬个好，需要时间。我唔是想伊啦，我是无法度把伊放袂记。这个我应该叫妈妈的人，我跟她之间的记忆，煞大部分都是痛苦的。我若是愈想要把她放袂记，我记得愈清楚。到今嘛，也是一直出现在我头壳内。拜谢啦，哥，我你完了。等等啊！梁静啊，你若艰苦想要哭，你就尽量哭啦，还是看你要从啥拢会用的，哈。谢阿伯，伫个我面头前，
无需要靠什么面子啊！你想要讲啥就讲啥，你会记，咱是一家人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感觉拢会陪在你的身躯边，袂离开你。有恁在我的身躯边，我袂要紧啊！我上大的不幸，煞嘛是我上大的幸运啊！我妈若是无放弃我，我哪有可能拄着这么爱我的妈？别个阿姐，我敬你呐。你讲了无对，就参加阿姊啊，我人生看起来失去真多，啊，不过其实我得到的搁较侪。听你安尼讲，我感觉上幸运的人是我，有恁这两个宝贝在我的身躯边，什么拢无欠啊！来，阿健林。你啉较慢下啦，你。来。哎，当然阿妈，因为哦，你上疼惜我的妈妈。来，母阿囝三个人在哪里哦？还啉到欢喜啊！阿姐。妈，我无代志啦，明仔载我就会当回去上班啊。嗯，没遐尼赶紧啊，你当继续困觉。是啦，公司的代志我拢安排好势啊，和我家庭来起来处理就好啊。是啊，而且阿姑姐思敏呢，思敏嘛算是战将级的人物，我会想一滴哦，你当继续滴出来做你的少爷。我遐公司有恁三个女强人，敢那嘛不需要我，那呢，我就继续好过。哦，看起来阿姆的老皮还够酒劲有效哦，会笑吼。接下来继续为您追踪永清集团千金刘慧俊小孩的失踪案。根据警方了解。当天，一名女子假扮医护人员，以拿药为由骗小男童的父亲离开，随即将小男童抱出医院。那安呢？刘慧娟的囡仔，敢不是吴阳哥的囡仔？是啊，吴阳今麦一定出着急呗。啊，新闻报讲，有一个人叫做病院医护人员的查某，把人囡仔抱走。咱是绑票，啊！不过无报讲派人要伫赎金吗？画面中看到的是警方公布的嫌犯肖像画，如有民众认得画中女子，请主动与警方联系。伊迄间画室，我就带伊去病院看医生。我家己去领药的时阵，我把伊放伫个边仔，想袂到我一外头。才无几分钟的时间，伊就无去啊！翠山，因为迄人就是翠山。翠山，啊，敢是迄天敲电话你讲伊找到伊的囡仔，啊，你电话挂掉以后，你感觉怪怪，搁打电话给伊，则无人接迄个哦。对啦，就是伊。啊，不过迄个妈妈听起来无亲像歹人呢，敢是？因为伊个囡仔伫个病院胖去，阿姨伫病院看到别人个囡仔，就叫做是伊个共头无走啊。我唔知伊到底想做边个做啊？进来，先报警啦。阿姐，你应该打电话给吴阳哥，让伊知影状况，也让伊知影是谁无走伊个囡仔。
哥，你忝啊啦，倒去休困啦。然后联络管行的消息咯，我甲你通知啦。我袂忝啊，我要留落来等消息。你放心，我袂影响恁做代志。除非有新的线索，才有可能找到管行啊。你踮咧遮哦，只是浪费时间甲体力啦。你嘛知影我长期困袂去，你好好留落来好无？我惊你身体袂堪的啦，哥，算我救你啦，倒去休困啦。怎么？主管还出事，我冇替伊做过任何一项代志，这个都是跟我牺牲我的性命，我冇关系。拜托，好好留落来好不好？王婶，来宾了。文扬，啊，你搁踮门遮还袂转去？我拄只把个靠困，叫伊转去休困啦。也不过伊就是唔肯，坚持要留落来啊。你的心情我有法度了解啦。也不过你踮门遮嘛不是办法，你身体会怕歹去，你若袂找到，你人就趴落去。我拄只嘛是安尼个靠困啦。您放心，我袂有问题。就算我要倒，我嘛要等到找到管好了才倒来。敢讲你唔相信警方的办案能力？进来。你已经看起来有够忝的，回去休困啦。哥，你着听我的，回去休困，若困饱要来才来啊。好啦，钱钱拢开嘴啊，回去休困啦。我真正放袂落心。你若无要听我的，我嘛是有办法，会让你乖乖回去。进来，算我救你好不好？好，留落来。喂，小平，安那雄雄打电话我，是有什么代志啊？文扬，我拄才看了新闻，有看到甲冠豪抱走迄个人的肖像，我知影迄个人是谁，我伫个便衣，我拄过伊。你知影什么人甲冠豪抱走的？是啊，你甲迄个人敢有熟识？算是有熟识啊，我搁捌去过因家。伊想要甲冠豪抱走，伊干嘛伤害冠豪？文扬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听我讲。迄个人叫做翠山，我想应该是袂伤害冠豪，因为伊真爱囡仔。啊，不过伊个囡仔嘛伫个便衣无去啊。你讲伊个囡仔嘛是互人偷抱走的？是啊，伊个囡仔年纪甲冠豪差不多。是有一届，伊带伊个囡仔去看医生的时阵，一外头，伊囡仔就无去啊。所以伊就逐天走去病院去找伊个囡仔，规个病院拢知影这件代志。你敢确定？伊袂伤害冠豪？冠豪无去迄天，伊有打电话给我，讲伊找到伊个囡仔，听起来真正足欢喜的。我咧想，应该是把冠豪当作是家己的囡仔，才把冠豪带走的。文扬，无一个妈妈会伤害家己的囡仔，所以我咧想，冠豪暂时应该是安全的啦。啊，不过翠珊的精神状况无啥稳定，我看咱应该是赶紧去找伊，较袂有意外。小编，我拄好伫警察局，敢袂当麻烦你，赶紧带阮去找冠豪。好啊。好啊，我甲郑源在边睡觉。好，我等你。小平公，伊知影什么人甲冠豪抱走去？嗯，哥，那安尼哦，咱赶紧来找小平。阿甘，物件收拾出发。是，我赶紧走去。好，行，行。文扬，你过来。是啊，伊要来遮找我，我小弟也带伊翠山一道去找冠豪。阿姐。我陪你走一去。唔免啊，我去就好啊，伊伫厝休困。是啊，你家头咪出来啦。啊，不过我袂放心啊，我无希望我身躯边的人佫拄着危险啊。阿妹，我是陪警方去找人，免哪有可能危险啊。
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负责冠豪失踪案的钱正南检察官。啊，钱检察官你好。方小姐你好，多谢你提供我两宝贵线索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文扬，大前有查到张翠山伊当初囡仔无去的资料，这个囡仔到即阵拢还袂找到。桂阿扁便伊有通报，他有骚扰的记录，自己骚扰娘，他并没有施暴，所以应该没有暴力倾向。阿甘，是。小平，麻烦你看详细。你讲迄个张翠山甲这魏雄是毋同一个人？就是伊无毋对。那同一个人，我说啊。咱要叫附近的警力支援部署无，免得伊造谣。千姐，你认为呢？李小姐，免叫支援，应该想看卖。虽然这个张翠山伊甲冠豪当作是亲生后生，赶快来看待，也不过伊的精神状况无稳定，伊看到遐尼侪警察，伊一定真紧张，无得卡伊会伤害冠豪。这你敢拢无想过啊？不要。我想阿甘应该是好意，在场每一个人都希望囡仔能平安倒转来。是的，是的，我真正无这个意思。哥，你的心情阮大家拢当了解啦。接到回军报案了后，我就交代落去，所有的协寻行动拢要以冠豪的安全为优先，就算讲呼叫警力支援，也无可能无顾冠豪的安全。这点你一定要相信阮警方。多谢。即摆巩固咱手头所有的资料，这张翠山犯意明确，因为伊失踪的囡仔甲冠豪年纪差不多，所以真有可能就是这张翠山甲冠豪破走的。是的啦，拢爱怪我。伊刚打电话给我，甲我讲找着伊的囡仔的时阵，我就感觉怪怪。我也想要甲话问好清楚，啊，不过就甲电话挂断啊。我真正想袂到，伊破走的囡仔就是冠豪。一开始，阮拢抓准是绑票，所以阮大家拢足注意的。啊，不过到最后，阮并无接到被害小金的电话，我们才对外发布协讯。你唔知影囡仔去用抱走，奈想讲要甲两件代志联想做伙。真正就是嘞，我迄天真正有想要甲话问好清楚，啊，不过我卡登去，伊就无爱接啊。就是遐尼拄啊好，阿明的妈妈佫意外过身，所以我真正无注意到冠豪的消息，真正就是嘞，文扬，害你加烦恼遮尼侪时间。小平，你莫安尼讲，那不是你斗相共，阮大家佫伫大海梦见的。虽然我甲慧君讲，冠豪一定会平安无代志，但无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囡仔失踪愈久，找到机会就愈低。其实我心里真惊呀。伟阳哥，你莫安尼想啦，即摆大家拢在斗三工嘞，一定哦找到啊，真紧啦，好。好，大家紧出发啦。是。你这囡仔，哎，小平，你身体好，较袂有危险嘛？阿甘，是。有人在无？有人在无？弄王应嘛？应该是听陈坤人伫弄门，唔敢开门。无，我来好啊。安尼唔好啦。万一对方攻击性安尼就害啊！没啦，伊包括，而且佫会敲电话给我，无你佮听到我的声音，伊愿意开门。我想，无好试看卖啊，还是有效啊。好啦，你家己要细意哦。我知。翠山，翠山，我是小平啊，你唔想敲电话给我，我即马来找你啊。你有在无？翠山，志文，
你伫遐笑咪？就我咧做啊！小平，你来了。开始。下。哎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妹妹来阮家啊！你做啥？翠珊，你莫紧张啦，伊毋是歹人。伊是想要找一个叫冠豪的囡仔。囡仔，快走！阿甘，找着囡仔无？无咧，啊，不过现场有找着这卡囡仔的，这应该是冠豪的啊。等你太太确定就知影。拄则我伫厨房看到囡仔食出的物件，底下涂骹果饼干碎屑。我伫便所冇发现一支儿童牙刷，包装我放伫外口，还袂等着。指标是讲这所在有囡仔大过，而且是你无外久之前。因为一挂问题想要问你，啊，是啥物问题啊？请问你是不是叫张翠山？是啊。你进前是不是伫病院抱一个囡仔回来？囡仔？啥物囡仔？都是穿这双鞋的囡仔。啊，我的囡仔哦，是我的囡仔啦。嘿，是别人的囡仔，不是你的囡仔。别人的囡仔？是啊，啊，你敢可会记得你把囡仔带去倒位，伊现在人在倒？我唔知影嘞，我唔知影。邱小姐，我是囡仔爸爸，你甲我讲我的囡仔在倒位，拜托你。我听无你在讲啥呢？我的囡仔还真细汉。伊无在条照顾伊家己，你去甲我讲伊伫倒位，我今日阁拖落去，恐惊出什么意外。我的囡仔袂出意外啦，你慢慢跟问我，我不爱听，我去听啊。这位小姐，哎，文扬，你可冷静嘞，你家己必须完，会适得其反。翠珊，你听我讲好不好？小平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听你讲。你去刚毋是有敲电话给我，讲伊找着你的囡仔，而且伊把伊带转来。是啊，我已经找着我的囡仔，看到伊后，我真正是足欢喜的。我嘛感觉足欢喜的啊，而且我今麦哦，想要甲你的囡仔去公园佚佗，你敢有当甲我讲，伊今麦人伫倒啊？哦，我的囡仔就伫。没用，我没用，我没用。啥叫没用？因为伊拢是歹人，伊把我囡仔带走，我还保护我的宝贝，我没用。翠珊，伊毋是歹人啦，伊就是歹人，就是伊把我囡仔带走的。邱小姐，我拢毋是歹人，而且我是囡仔的爸爸，我知影你家己冇囡仔，囡仔若无去。父母烦恼的心情，你一定真清楚，是我拜托你，你可怜我好不好？你先跟我讲，我的囡仔到底是倒位？我叫你莫去跟我讲话啊！你这个歹人，你一定会把我的囡仔带走的，我还保护我的宝贝，我还保护我的宝贝。那是我的囡仔，不是你的囡仔，你安尼做妖怪怪，你知无？好啊。靠！我听，我跟你讲。文扬，你刚是讲话愈紧张，你就爱愈认真。翠珊，你先冷静啦，你听我讲好不好？我冇跟你啊，我冇跟你啊，翠珊，我跟你。红山，你看，变安尼是变怎？看起来，只有伊先出来去当个警察局侦讯啦。嗯。我冇去讲啊。哥哥啊！抬起来，我抬起来。
你别跟问啊，我什么都没跟过，我没跟过，我没跟过。王婶，你看，不管安怎问，安怎讲，阿姨拢这款型啊，实在无伊的法咧。看起来，伊精神有真大问题，咱阁安怎逼伊，也无路用啊。翠山，你小都唔见讲，你到底该管我藏在倒位？文扬，即摆条件嘛无路用，伊的精神都是有问题，咱应该用其他方法才有可能问出来。我来套伊的话，之前我捌做过律师，我知要安怎套伊的话。不用你，你的情绪伤过激动，不适合。无我来好啊，翠山真信任我，无得卡好好甲伊讲，伊愿意甲我讲挂号伫个度，这嘛是一个办法，用试看卖。小平，拜托你，一定要替我们的挂号下咯，拜托你。我尽量。那呢，我打电话黄生。王子，我这边有一个想法，你听看卖咧。小平，突然派人，刚走啊！因走啊，今麦刚剩我家里两个人俩。安尼就好啊，小平，我知影突然派人一定是想要把我的囡仔抢走的，我才无这样讲的，我跟你讲。我已经把我的囡仔藏在一个足安全、足安全的所在啊，无人找得到伊啊。你到底把我藏在底？翠山。跟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好啊，我蛮最爱听故事的呢。你即马跟我讲，安尼我以后咪当甲我的囡仔讲啊，你紧讲啊。真久以前，有一个足古锥的小男孩，伊的名叫做刘冠豪。有一天，伊的爸爸妈妈带去病院看医生。小平，你的这个故事我哪会好参详？听过，那就继续听落去啊。这个小男孩到病院了后，家己无顺利，甲胖进去啊。后来就拄着一个生作少岁少岁的阿姨，来带返去厝诶，来当作家己囡仔来照顾。是啊，这囡仔真正是足古锥的，就亲像我的囡仔共款。笑起来时阵，目睭眯眯，还阁有酒窝呢。小平用这款方式问真巧，渐渐吼，张翠山疏于防备，无得卡，小等下伊无小心会讲出冠豪下落，安尼就有机会啊。小平，啊，刷落来，刷落来。是最伤心的故事啊！冠豪的爸爸妈妈因为找不到冠豪，所以就足艰苦的。因为对伊来讲，冠豪在这个世间是伊上重要的心肝宝贝，就好彩就甲其性命同款。所以失去冠豪，就好惨就失去性命同款。是啊，失去囡仔，真正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代志啊。是啊，翠山，你嘛是失去过囡仔，所以你一定会当了解冠豪的爸爸妈妈的心情，对无？
因为我嘛是同款啊。我失去我的囡仔了后，我就找不到伊啊。我真正是足痛苦的。讲起来是也真可怜，失去囡仔的妈妈，都像就失去灵魂同款。不怪，伊的精神也无正常。伊确实在咧同情，遐毋过嘛袂因为安尼，就甲别人的囡仔抱走。希望小平会当顺利问出冠豪到底伫倒位啊！我的故事你已经听完了，我敢会当请你跟我斗相共？因为我有熟悉冠豪的爸爸妈妈，他两个现在真的很着急的，想要赶紧把冠豪找到回来。我相信冠豪现在也一定很想他的爸爸妈妈，想要赶紧回去他的身边。所以翠珊，我希望你能跟我斗相共，让他们尽快团圆，好不好？我你也一定很希望有人可以把你的孩子幸福你，如果是这样你就感到很欢喜的，对吧？我真的很希望有人可以把我的孩子幸福我，那这样你也可以把冠豪幸福他的爸爸妈妈，他那么善良，那么好的妈妈，你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得到幸福，对吧？囡仔的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啊！那安尼，你敢有当跟我讲，冠豪现在人伫咧倒？李先生，李太太已经来啊。哥，咱来去甲伊讲。进来，麻烦你替我注意一下。没问题。李太太，李先生，麻烦你确认一下，这是不是冠豪的啊？无唔对，就是冠豪的鞋啊，是我带你去买。啊，迄个人是不是伫个北医无枪护理室的迄个人？应该就是。迄个人找着？已经找着啊。哪里冠豪嘞？还未找着。想说还未找着。我去因家找冠豪的时阵，我找着人，跟他找着一卡鞋啊。你是甲我好差去倒位去？不管我哪来问，伊都是不肯讲。即马小平搁伫内面问伊啊。人伫倒位？搁伫侦讯室内底。哎，李太太，喂，李太太，喂，李太太，李太太。翠珊，你跟王姨甲我讲，关好什么人伫倒？伊就伫。慧君，李太太，李太太，你不要进来啊！慧君，李太太，慧君，就是你，把冠豪传送的地方，就是你。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李太太，你别，你把干涉证据拆出去。慧君，你对我出去啦！慧君，快走啊！你想怎么去管我囡仔？你敢传去倒位？你讲，你敢讲，你敢向你阿叔啊？慧君，你别安尼，安尼会甲死去着。警官，是。啊！
那是我的，你什么都莫做，叫我袂当甲代志讲予阿平知影，啊，不过阿平为着伊妈妈的代志真痛苦，我是不是应该甲代志真相讲出来？我哪会惊伊惊伊就起来阿平家？伊嘛介意我，啊！不过阮两个当中有这么侪秘密，我介意敢有可能幸福快乐继续落去。我赶紧改靠阿明，我到底要安怎做才是对伊上好的？在思敏人现在在哪儿，可以出来跟他见面。等电话若打通，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跟阿明说。通话中，伊嘛在讲电话。阿姨，敢讲这就是你的意思？你就是要好我，把代志讲给阿明知影。您拨的电话通话中。思敏是伫甲谁讲电话？那不，我卡一遍好啊。我家己有这么多代志，问阿明，我还是先解决我家己的问题，再去处理个代志。干是思敏。对，你当时要出吗？我是要催你呀，该有你的钱，请。泰山，你来啊。你来找阿明，我拄仔要出去买物件，恁爸爸讲。妈，我甲董事长，那有啥物话通讲啊？你要买啥物件，我去替你买啦。我家己来去就好啊。让董事长找人来找你，你陪人好好讲话。董事长，你跟我小妹领下。没了，多谢你。老婆，我去采一挂水果啦。来。
哎，妹妹，阿斌，阿斌，这样。贵心，你的感受一定是最深的。也不过，我希望你也较坚强一点。我相信你有法度度过这个难关啊！你敢会感觉你即马讲的话听起来真好笑？我的人生变到这么复杂，这些拢是谁造成的？如果迄当阵哦，本来知影恁老母有心啊，我绝对无可能发生这款的代志。所以呢，你看伊把我生落来，把我当作是威胁你回头的工具。那安尼你对我敢有感情？当然有感情啊。不论安怎讲，我是你的老爸呢。你来看我，敢不是为着我妈？我妈那是无哪样用啊！你根本就袂想要吵我。你哪安尼想啊？当然啦，阿公对这个代志就是我唔对啊。但不过后来我知你是我的囡仔以后，我都一直一直在想讲，我一直想讲要替你做一挂代志。就是讲，我一世人永远拢无法度有这个亲生囝。后来我知影你是我亲生囝以后，我都一直想讲，要安怎做好一个爸爸，要给你一个完整的人生，完整的人生。你给我的除了痛苦是完整的，还有什么事是完整的？我不是在家中出世的孩子，我没好家财，有我妈还有阿姊陪在我身躯边，我才能活到现在。一方面我真感谢恁把我生下来，一方面我也真生气，是怎恁要把我生下来？我嘛唔知影，我先该感谢你，接受你，还是婚礼，卖杂哩。我大概只要想到这个代志，我头壳就出电。阿伯，你敢知影？今日我来吃。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，我就是说我这世人不可能有自己的亲生子，但是现在有你，我就在想说，只要可以让你快乐，可以让你欢喜，不管什么事情尽量做你说出来。怎样了？你慢问我。阿斌，阿爸，别别的，无安尼啦。我希望以后，等爸仔若有闲，愿意去外口呢行行的，吃一顿饭。安尼好不好？
董事长，你唔免勉强你家己啦。即摆嘛无法度接受生活上的任何变化。阿平，你讲的话，我了解。我了解你的意思。不要紧啊，不管你是不是有了解，我也是同款。我只希望会当教阮妈迄个阿姐过了平安的生活，安尼就好啊。一点你放心啊，这个会啊，我一定有法度甲伊照顾个好些好些。阮妈迄个阿姐，我会照顾啦，因是我的责任。不是你，我知道你的意思啊。你的意思就是希望讲，我别再干扰恁的生活。董事长，以后除了公司以外，拜托你，别私底下约我见面啊。我想要逼家己去应付这款丢面，我甲你公事公办就好，安尼嘛较轻松。阿平啊，祝你出事。你就想到哈尼济风风雨雨，都讲要讲到这，是有甲恁老母伊当阵较少年不孝心，才让你受到这尼济苦。今仔日过来才甲你回事的，嘛应该不啥路用啊。阿平，人生的剧本啊，后一步要安怎行？无人知。阿爸有悔啊，我偷看过去。阿爸知影，阿爸对你啊，真正是对不住。严哥，过去都过去啊。不要那抱嘛，抱不起来。阿爸这款的心，我希望你会当替我小心一下。阿玲珑，恭喜！该讲的拢讲啊，阿不过我即摆心情，真正无法够搁去面对我一个千奇百怪的代志。你应该看会出来，专工来找你，表示讲有一款心理。我知影啦，阿不过我妈的代志只。这么多情绪，我到现在还是无法度消化，我哪有可能再去面对董事长？你的心情快当了解了。不过阿英，虽然讲你现在很痛苦的，不过你另外会记得一件事，你的亲生妈妈跟爸爸
真正足关心你。虽然过去，因无好好处理你的代志，啊，不过因即马拢后悔啊。你千万唔通因为安尼，就认定讲因所做嘅代志拢是唔对嘅。妈希望你当佮好你嘅亲生爸爸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今仔日警察有来公司，因讲丁妈妈是毋是一件意外？伊是甲人冤家，才互人杀落去楼梯台。那恁警察敢有调查出来凶手是啥？即摆也毋知影啥是凶手。韩哥，因会继续调查。什么人是我这么凶？竟然台死一个剩无偌久时间的人。我嘛不知呀。迄天你叫我去办公室，你讲阿明会造成你的危险，所以你叫我甲阿明处理掉。我为什么要叫你做这种代志？我已经发现到死者的手指甲缝内底有人类皮屑组织，这个人类皮屑组织应该是凶手的，所以这个凶手的身躯顶应该是有空缺。妈，啊，你是你受伤？无啦，时间也无早，你先去休困。好啦，你嘛先。这个合约拢是上届在签的，是艾克老师一个阿姐。真正是泰拳，泰拳的经验这么丰富，哪有可能有这款介绍来替公司进行文料？刚没是艾克老师私底下偷偷阿当卡手啊？还恁母阿囝三人在开家庭会议哦？还是什么代志？面试才定他。泰拳，为2008年开始，公司的采购部门是不是你叫沈爱玲去负责的？这几年我常常在国外，所以我就拜托沈经理负责采购啊。这所有合约，你敢有看过啊？当然有啊。现在想起来，艾可一定知影真侪泰拳的秘密。那安尼，艾可伊真正真有可能是被泰拳害死。请你吧。副董事长，你找我？我有真侪问题想要问我清楚，坐啦。这，我咧看阿明被杀落去楼梯卡的影片，阿妈真拄啊好，艾可也是去被杀落去楼梯卡。这就是人讲的很世报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若无早晚会报应到家己身上。唔知什么人会去翕这个影片？
啊，佮个影片寄予阿明，是甚物目的啊？